站着不动，开始不相信，不相信这是一个运动。那么后来逐渐慢慢才认识到了。第一步呢是不相信，有三点不相信。第一点就是说，站着这不动是不是运动？啊，站着不动是什么运动？是一个什么运动？啊，这一点这闹不清楚。第二个呢就是说，你站着不动，这个能够治好病，有好些个病人呢，就是在我们医院里头，打针吃药啊，中医西医各种医疗法都做过了，没有效果。他在到公园里去了，就这么站一站，效果非常好。所以这个开始的人你不相信，是你不吃药不打针，就这么站一站就能治好病，这个没有人相信的，非得自己做了，自己做了以后自己再相信，不做不相信的。第三一点呢，就是站着不动能长力气，这个更不相信，能增强体质，这个、更不相信的。你非得一般的印象都是要动啊，要动跳啊，跑啊跳啊，这个活动了才算运动，不活动不算运动，这个体育界的人也不相信，我们也不相信。那个到王先生那去，他就叫你在这站着，就这么一个姿势，那就是站着是不许动。他说流的汗流的很多，夏天那个身上都湿了，但是越坐越舒服，越出汗越舒服，越出汗越舒服，所以逐渐的对这个。你开始不相信，你一点一点的慢慢感觉到身体好了，练一练身体好了，这逐渐才相信。相信呢，这个道理还是讲不清楚，但是闹不清楚。后来呢，就是和有这个体育健身老师和大夫一起做实验，感觉到这种运动是东方的这个最古老的，是从老子那方面的时候来的，是最老2700年以前的就开始有这个东西。但是一般人呢，就是不容易理解。因为站桩主要目的，第一个目的是要那个强身、卫生，就是我就增强体质。第二个目的呢，要寻求理趣，要找这里头这个兴趣，因为它这里头又产生很多变化，比如手发麻了，手发这个膝盖酸了，这个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。这个老子呢叫观妙。以观其妙，以观其妙，以观其教，是不是？还有无以观其福，这老子三句话的，这三句话要观他的反来复去，就是循环状态，要观察这个，每一天差不多都有每天不同的变化，看这个变化很有意思。所以第二步你是要寻这个理趣，第三一步呢是要寻这个积极自慰，就是你这个身体结实了，就是有一点比方说你遇着一个坏人了吧，你也可以是给他打得过他，你不害怕了，就是不害怕了。所以最高的到什么程度，就是老子讲的最高的路善蛇生者，路行不威斯虎，就是善于养生的人走路不怕遇到老虎，就是证明你能够把老虎打死，不能被老虎把你吃了，就是善蛇生的人，就是养生做得好的人，应该达到这个目的，达到目的是吧？需要什么样的意念？就是加上什么样的意念？需要那个意念很复杂，很多很多的。这个意念呢，就是有一种是抽象的意念，抽象的，比方好像我在有这个像这个有淋浴，下雨的时候的淋浴那样的，你这练的时候，你好像是。很自然的这个有这个下雨的一个感觉，身上那个很轻松的有小雨这么洗沐浴，沐浴感觉洗淋浴那个洗澡那个感觉，这是最初的啊，或者是你觉得看这个山水画啊，看这些风景呢，你觉得非常高兴，叫做欲笑不笑出，我在这练呢，我不要这样的根本不好，这个要笑，好像是这个要非常自然的。非常自然，好像要笑，笑呢，但是不要笑出声音来，好像很高兴的样子，就在这儿练，这样子越做呢越觉得舒服，越做越舒服，有一种舒服的感觉。那么这个和一般的运动还有一个区别在哪里呢？就是做这个运动，做站桩的运动啊，这个对心脏来讲啊，
它不是超负荷，超负荷的，这个是根据你身体的能量，你自己的这个适应能力，你这个适应能力太强了，你这个腿疼得受不了，你自然就不练了就。可是你跑步的时候，你总得上跑步啊，你都要憋气，要憋气，跑完了以后你要喘，干这个没有，做这个站桩没有这个现象，就是它是一般的运动是缺氧的运动，缺氧，缺少氧气。站桩呢是充氧的运动，越做越舒服，脑子越清醒，是充氧的，呼吸自然嘛，呼吸纵然是充氧的，所以这个在生理上的有这个区别的。嗯，那站桩也可以在屋里练吗？屋里可以练，但是呢，就是屋里不如外面空气好，外面空气好，越练越舒服。当然你没有条件呢，这个在屋里头也可以。我看很多练功的人是在树底下或者在自然环境里练功，是不是练功跟那个大自然也有很密切的关系？对对，这个主要就是这个空气好的地方，所以就叫这个古来那个内经上的叫呼吸精气，呼吸精气。所谓那个精气呢，就是心的氧气，这个氧气充分的地方，这个树林子里头或者大有水有树更像一个。这种地方你比在家里头练好，所以这个一般的运动，一般的这个运动都是好像这个在家里头在屋里头练呢，有的时候健身房里头练呢，实际上你这个要回到大自然里头去练去，这个更好，效果更好，越做越舒服的。这个是没一般你有一点体会的人就非常清楚的，就愿意冬天也愿意到外面去，下大雪的时候也愿意到那个公园里头去练去。别人不认识的人就不知道的人就讲说那多冷啊，你在家里练行不行？他不是那样的，空气不好，家里空气不如外面的空气好的。是不是也有一种自然的循环，就在身体中就可以练出来，是吧？自然循环是这样的，你怎么样能想办法让你这个循环的加强？它这里头就是站桩里头有很多的这个细节，很多细节，这细节里头呢，你到一个阶段，有一个阶段的这个方法。你开始都是那简单的练，比如手这样的练，这很简单的，这是最简单的练法了。这个就运动量小。你要这样子呢，手的位置啊，这样子呢，这运动大。你要这样子呢，这神奇就不一样了吧？这，对不对？你和这样子就不一样了，这个是吧？你这样子你练的时候，你看你这样子又不一样了。你手这样子才没有意思了。所以这是有个阶段的，这个阶段的细节非常困难，掌握这个细节比较难。你到什么时候应该怎么样增加，到什么时候应该怎么样提高，这个比较难。那您现在也教那个站桩，对你学生对徒弟有什么要求？徒弟啊，是根据这个王先生讲的叫因人施教，就根据每一个人，比如你是有病吧，你有病的时候你开始你做这个姿势。做很小的运动量很小的姿势，你身体很好了呢，你就要做这个姿势了，啊，你再好的时候你就要这样做了，就挺起来的，挺拔，挺拔起来的。